对，我是抢一嘛，嗯，对，所以这样子 ，well 不算是那个正式的输掉这样，一局定胜负。哦，诺曼开了冯威啊，第一次看到吗？也不是第一次看到，但一般来说都会用懦夫应战的，第一战都会用懦夫的情况比较多。哦，所以他一定是有备而来，对，有一些什么其想法？冯威，这个角色虽然说我觉得是算挺强的，好像但是。但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，是不是？应该说他是全面，但缺乏爆发性。哦，缺乏爆发力的。对，也一样，他也缺乏单剑伏击，他没有所谓的右勾啊这种东西。哦，对，也是要靠跳踢嘛。对，主要是要靠反击啊、打空阵这一类的。但牵制技的话，冯威是真的很强。是是。下段。所以对你来说，你上次看到诺比选冯威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哦，那个可能是练习赛或者是教学的时候吧。所以他正式比赛几乎是没开过的。对，哇，那真厉害。哦，他比赛的时候多半还是用诺夫跟 Steve 比较多。是。哇，哦，这个歪掉了。歪掉，对，角度的关系，所以没有连到。短的坏手，插腿。欸，哦，漂亮，看来这就是他的对策喽。没错，这个虚步拿来躲招是冯威非常强的一个进攻选项。哇，成功嘞！战术看起来非常顺利。也能说藏得很好哦，因为毕竟没有这个选手用过这个角色的资料，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。的确是这样。Stand back 只能从选手个性去判断。嗯，哦，反反击。哦，这个龙车摆到。上墙之后，白鹿有五，好痛。哦 ，Rage Arts， 很危险了。对，这是雀翻。好，地上右脚。Round four， 戴维似乎有点抓到什么东西了。哇，刚刚那个情况是应该是啊，这个双波手啊，就是挡到一下，所以哦，要波两下，它才会有派生出来，对，才有接下来的动作。原来如此。下段，戴维把诺比关在墙角。哦，中断之后没有接到，太远了，离墙角的距离差了一点点。断了坏手，可以看有没有抓到喽，这会死吗？看后面这个折，哎，哇，这个防御不能记的中断者，不受伤没事，对，不受伤没事，对，躺着没事，受伤了就没办法了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一盘的尾灯，诺比现在被扶起，阿丹贝克 combo 失误，大喷血。诺比移出来，角落攻法，角落攻法是有机会的吗？痛，欸，不让他出去哦，不让他出去，血量一瞬间就拉回平了。可是，对不对？稍微有力哦，因为他现在是 Rage Arts 的状态，没有错，这个伤害可是不得了的。哦，前桌还没事，还有一下，还有一下，啊，撞了，地上靠，没错，哇，闪上段的回旋踢耶，用的这么好，可能是要防。诺比做横移动哦，对，这是安全的一个中断。好可惜啊，他的战术刚出来之后看起来还蛮顺利的，没想到一瞬间就被拉回，就输掉了，连输三个灯。主要还是在爆发力的部分，这一点就没想到飞鸟这么优秀。是，像刚刚就是有一个被防御不能击踢到的，那个就很伤了。没有啊，那个是起身的一个折啊。是，对啊，你躺着也有招吃，你站着也有招吃。不能够说我先不要受身，然后看他不是在转的吗？就不要动这样子。可是他是刚好是飘出去的状态，所以他转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你也不敢站起来，不敢站起来。你要躺就躺到底。一开始要决定好要不要躺。对。他应该会换角色吧？我觉得。嗯。我们看看他有没有更换角色。如果是我，大概觉得他会换回主力诺夫就。还是 Steve 呢？嗯 ，Steve 哦，还是出了懦夫哦。OK OK。其实我记得我在看铁拳比赛的时候，老实说，上位角色里面我很少看到阿斯卡。哦，阿斯卡是有缺点的强力角色，有缺点的强力角色，但是不算弱。对。那 Dimback 这个选手，他会针对很不利的情况之下，他会换角色吗？我目前也没有看过他用其他角色，所以他其实也是一只角色打到现在的。对，哇，那也是很厉害。哦，那另外一个宝刀鬼杀要出现了，距离有点远，诺比雀反。哦，有喽，跳右脚配到下手，夹头，那边蹲下去，摔被解摔了，
哇，鬼杀假动作成功了，诺比蹲下去了，蹲起来，蹲起来，给这个香月捞起来。鬼杀不是中断，鬼杀是中断，对，它是取消之后，他用香月把它捞起来。哦，原来说第二时间的，对，变成一个假动作。恒英又熟，再接刀。哦，恒英右脚，这会带墙哦，有点亏哦。哇，轻轻松松一半血。诺比蹲到了这一次，可以带到墙吗？上墙呢？差一点，差一点点。这个地方危险。连续两个阿迪，这 damage 可能蹲下去了。两连续两次下心拳打到 counter 之后，是俗称神速的 assault 哦，在日本 Nobi 的称号，神速俄罗斯特工冠啊，指令不是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对，前这个指令要最速用出来是需要相当时间练习。下脚 damage 做牵制。鬼杀假动作，还想要再来一次啊？这次可能有点远哦。哇，鬼杀中了！哦，这次没受伤了。都必须有有有有，他还有没乱动啊？那一整个踢起来就死啊！假动作摔之后，看诺比怎么做起攻。再一次阿迪冠，扑倒之后折摔一个解到。很难说，这里还能说哇，没有灌到，漂亮。阿萨这个冠比较短一点。诺比强势进攻，诺比也发现了，牵制了，对，中断之后再一个最速中断啊。虽然看起来是慢动作，但是看得出来还是诺比的那边会快一点。滑梯，哇，这痛哦！跳梯配到下段，好，没想到，慢了解了，又滑一个，扑倒，然后那贝克是选错了，两次都没有折对。鬼杀假动作，雀凡，哇，这是恒毅被抓到，这是轰鸣技，对，看出来。其实那个诺夫他在我一拍倒地的情况，他趴过去抓那个是不是被抓到一瞬间可以解？对，那个扑就跟一般的扑一样，还是可以推开的，但是不容易，对，不容易。所以他其实是两次都没解到，对，两个部分，一次是被扑的部分，另外一个是选左右手的部分。但是被扑倒之后就没办法解了，还是可以选左右手，还是可以选左右手，所以他也是扑了五十五十。OK， 两次扑倒没解到，然后两次又猜错这样。诺比扳回成一比一，这样子的话又很难说了。我们比赛进入第三盘，场地是上老道场哦。场地比较大的话，其实对诺夫是不是好一点？其实不会，不会，因为两个角色 B combo 其实都蛮强。OK， 好，我们小韩回来，放给小韩。好，一个阿麻撞之后，哇，绕到背面，这伤害很大、哦，没有 S 到。诺比 Rage 还有机会，跳踢哦，中断没血，安定跳踢，安全中断。这个同时可以增援他的下右手做回避的动作。对，而且康特还可以再带一波。有勾，哇，没接好，可惜。可能没有弄好，有点可惜。哦，那个没有反到。诺夫有安定跳踢啊！好，剩下最后的像素血，差一点哦，这个康特完有可能逆转，但是最后还是护级哦。对，诺比出了一个快的下段，枪杀。我们滑梯康的，很痛哎！假动作摔没有摔到？六六六。我会保持距离之后做惯进攻。为什么没有动作呢？鬼杀可能来得太突然了、没有办法反应。Stand Big Rage。还是滑梯呀、啊？这代滑梯被改强了。Round 4。负值虽然变多，但还是很好用。对啊，康特也很痛。
下踢。现在诺比赛点。哦，这紫云二段柱读得好。啊，送墙有点远。哦，诺比上墙。小背面。做一个背面折。所以没有冒人进攻哦，稍微拉出去。哦，鬼哎！抓了一个鬼杀，可能有大缺。有一点痒哦。法提勉强。两次。威斯。歪掉了。哇！最后这个罐打到 Novi 的滚啊。那个 RD 吼躺在地板上有一种。哦，来到了最后的最后，双方赛点。哦。刺激，超刺激。飞鸟背后是墙哦，想办法移出来比较好。技反，结果是下段。对，哦，差一点，没有扛住。哦，这好危险。哥，下段，再被血量落后比较多。哎、欸哦，有没有按钮呢？按钮啊！哇塞！哇，单一被这个抓得很好啊。哦，这个折，这个抉择很好。